听歌的时候，好多时触动心灵，引起共鸣的往往就是那几句入心入肺的歌词。歌词的世界其实很大，词中物，词中有物。为你写的歌，教问这不心酸即行即过，主人提及万遍分手无数跌倒。欢迎大家收听阿宝主持的第196集《词中物》。近年在大陆发展演艺事业发展得不错的林峰呢，就在最近回来香港去出他的粤语歌，首歌叫做《幼稚未完》，好像他之前一首歌叫做《幼稚园》的续集一样。以他这样的情况呢，出广东歌基本上呢就是一个情意结来的，钱就赚不到，还分分钟要蚀。但是香港毕竟是一个令他成名的地方，他回来这里重新去唱歌，可以说显示到他对这一方面呢是有一定的热情的，又或者由很多个角度来看呢是说很有热情才对。他还是去了 ViuTV 那里做表演，都没有回娘家 TVB 那里，而他在 ViuTV 那个 Chill Club 那个节目那里呢唱了他很多经典的歌曲，引来一番的热话，忽然间有不少人怀念他早十年的时候一大堆和邓志伟、张伟贤合作的歌曲。所以今集的词中物呢就想讲下张伟贤和他的合作了。张伟贤可以说是香港九十年代的香港词坛四小公主，后来直头叫做词坛四大才女，分别是李敏、梁子珊、古善敏和张美贤。另外那三位就各有各发展了，梁子珊就过了台湾继续做他的写作创作人，李敏就主攻编剧，古善敏好像就去了内地那里发展，近二十年来继续留在香港写广东歌的好像就只剩张美贤。除了写下专栏之外呢，他主要的工作都是在 TVB 那里呢为大量的劇集歌曲填词。以前呢他未帮 TVB 做事之前都已经帮过无数那么多的歌手呢是填过词的了，真的填了有30年。曾经为他做过一集呢讲他跟彭羚合作那些歌曲的词中物，大家如果去 YouTube 那里就会找到的了。基本上林峰大部分的或者超过一半的 hit 歌呢都是由张美贤填词的，而作曲的也都多数是邓志伟，他们可以说形成了一个铁三角，他们的交情呢都挺深的。在邓志伟离开 TVB 之前的十几年呢，可以说好像以前无线的顾家辉，张美贤就好像以前无线的黄沾那样，大部分的劇集歌曲歌词都是由他们包办。张美贤已经填词填了很多年了，他入 TVB 之前就已经填了很多年了。林峰对张美贤来说是其中一个 artist， 但是对林峰来说比较早期的作品呢就是全部都依赖邓志伟和张美贤的。可以说当初林峰真正转型做歌手入了英皇娱乐之后的第一只唱片呢就已经有合作。而林峰的成名作《爱在记忆中找你》就是张美贤填词邓志伟作曲的了，也都是电视剧《岁月风云》的插曲。可能大家都不是很记得那套剧是讲什么的，但是呢这首歌反而呢就会令到大家印象深刻。其实这只处女大碟呢张美贤只是填了一首歌，在当中其实还有林夕、周耀辉、林若宁等等的作品的，不过主打歌就是《爱在记忆中找你》。我对你这一生哪个可比，我与你差一些永远一起，邂逅时间长地似连场空气，要自何叶说起、哦、爱太重深呼吸欠缺空气，爱太美轻轻的却再不起，爱情来到时候似明媚天气，他走了
突然就变雪落雨飞。如果可以恨你，全力痛恨你，连遇上亦要躲避。无非想放下你，还是挂念你，谁又会及我相比？前事最怕有人提起，就算怎么伸尽手臂，我们亦有一些距离。怎么说对不起？你太近，一转身却已高飞。快乐也许太短，似长流星雨，一眨眼就如幻觉，怕有记起。如果可以恨你，全力痛恨你，连遇上亦要躲避。无非想放下你，还是挂念你，谁又会及我相比？前事最怕有人提起，就算怎么伸尽手臂，我们亦有一些距离。恨你，全力痛恨你，连遇上亦要躲避。无非要放下你，还是挂念你，谁又会及我相比？前事最怕有人提起，就算怎么伸尽手臂，我们亦有一些距离。我情愿我狠心。心你，我还在记忆中找你。啱啱签英皇娱乐嘅时候咧，林峰嘅人气咧都真系非常之强嘅。尤其喺陈奕迅基本上系统治咗香港乐坛嗰阵时，差唔多已经接近十年啦。香港乐坛可能真系需要新嘅偶像级人马，林峰就系 TVB 当时捧出嚟噶啦。尤其他本身呢在即电视剧上面呢真的做得不错、做了一次又一次的主角，而且角色也都比较讨好，好像、溏心风暴那样，家好月圆大家都很熟悉了，对他那个、管家仔的角色。而他和钟嘉欣戏女戏外的爱爱妹妹的关系呢，当时也都、为人津津乐道。而张未言写啲剧集嘅歌曲亦都得心应手，咁佢就按住剧情嚟写嘅，基本上咧系非常之度身订造。虽然有人会话呢啲歌系罐头音乐啊，即系话呢啲歌冚唪唥都系讲差唔多嘅嘢啊，即系旋律又差唔多啊咁样，但系俾人感觉到好听而又听得投入嘅，其实又唔系首首嘅即系剧集歌曲可以做得到嘅。譬如《溏心风暴家好月圆》这首插曲《爱不够》呢，就令人听得很投入了。放手放开所有，林峰的演绎呢的确是相当深情。整个娱乐其实呢是一个 package 来的，如果真的单一这样掹首歌出来听的话，可能呢就未必有这么的投入，亦都未必会到今时今日呢林峰回来香港、唱歌的时候，大家会忽然间有一堆的集体回忆出来。收藏在眼眸，常徘徊左右，爱猜到没有？愉快半笑后，能全然退后，你开心就够，这种感觉太亲厚。
讲一千句也不够，假使讲了你听到后或会走，这种恋爱太罕有，不需真正拥有，成全衷心祝福然后就放手。放手放开所有，彼此更自由，放手其实我绝非爱得不够。放手豁出所有，还有这个好友已经足够。一刹有过冲动还弃守，这种恋爱太罕有，不需真正拥有，成全多舍不得仍然是放手。放手放开所有，彼此更自由，放手其实我绝非爱得不够。放手豁出所有，还有这个好友已经足够。放手我的牵挂，找不到尽头，放手期望你幸福什么都有。也许爱很深厚，而我早看得透，放手只可拥有。始终有物，为你写的歌，教问这不心酸即行即过，主人提及万遍分手无数跌倒。刚才两首歌呢其实都真的挺好听的，尤其张美妍的歌词呢其实相当有画面感，尤其林峰已经是一个当红的演员，是做开男主角的了，大家呢看这首歌的歌词，听着他唱歌呢其实都比较容易投入一些。当初他其实转型做歌手的时候，大家并不是很反感的，只不过后来就因为唱片公司和无线闹翻，搞到无线的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就差不多是英皇在那里派奖，变成林峰就连续拿了几届亚太最受欢迎的男歌手的奖项，大家都觉得他不配，因为之前拿的是陈奕迅那些真真正正的成名歌手。去到后来呢无线水银泻地这样去宣传他，谷他，谷红他，就令到大家明明是对林峰本身是挺接受的，但是就开始有些顶不顺了。去到后来连戳这首歌基本上大家没怎么听过的，竟然拿了劲歌金曲金奖的时候，差不多大家都已经可以说宣告无线的颁奖礼完全没有公信力了。其实个人觉得戳这首歌是不错的，但是你说要拿金奖的话，同年的好像有 C All Star 的天梯，又有苏永康的那谁，怎样都不会说轮到一首是没什么人识的戳。后来邓志伟也有讲这件事，他说其实戳去拿这个金曲金奖是很顺理成章的，
不是说这首歌真的在那一年是最好，而只不过是无线 TVB 当时的体制就是得那几首歌可以选。而那几首歌当中呢，就是林峰的作呢可以说 是最好的了。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之下，唯有颁这个奖给这首歌。可以说当时很多人都说这件事或者这些奖项呢，其实是害了林峰的歌唱事业的。其实即使呢没有剧集的帮忙呢，其实林峰也都有很多歌是挺好听的。譬如这首《如果时间来到》呢，同样都是邓志伟作曲监制，张美贤填词，讲一个单恋甚至暗恋的故事。这首歌呢是张美贤入行这么多年来呢第一首得到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入面最佳作词奖的歌曲，终于获得奖项的肯定。不过对于我来说呢，这首歌其实又不是说特别填得很突出，至少张美贤自己很多的作品呢我都觉得比这首好的。但是呢配合林峰浑厚的声线呢，再配合忧郁的眼神，整首歌的观感呢就正好多了。就让剧情来预告，彼此与天作，他配合你，谁亦看好。就像突然明白到，就算倾慕退出了，沉默更好。太想走近，并使我放慢脚步，人越更想，心更早。准我用情歌，如泣如诉，未说的话，留在万尺天楼。我太骄傲，情愿用笑声代愁云密布，不讲一声的爱是最好。请记住时间，如果来到，就要止步，求别做笑话，失足跌倒，踏上出路，来让暂借的还会谁共抱？转身必须比眼泪更早，可惜你未知道。没幸运同偕共老，没有虚度，爱不够，难度更高。最伤的夜，星光会继续引路，沉默亦可感觉到。准我用情歌，如泣如诉，未说的话，留在万尺天路。我太骄傲，情愿用笑声代愁云密布，不讲一声的爱是最好。请记住时间，如果来到，就要止步，求别做笑话，失足跌倒，踏上出路，来让暂借的还会谁共抱？转身必须比眼泪更早，仿佛你亦知道。张美贤虽然有写专栏，但系咧佢平时我感觉上佢都系比较低调一啲嘅。朱耀伟教授呢曾经访问过他，其中有一段是讲关于林峰的。他就说在歌词的创作上面的资源呢就没有想得太远，他只是想他的作品能够感动人。他说林峰曾经在录音室里面唱他所填的那首《换个方式爱你》的时候忍不住喊了出来，去到演唱会的时候
亦都唱到即系哽咽。当时张美贤都喺度，睇到有人为自己嘅作品感动咧，喺内心嘅感受系非常之震撼嘅。同样系邓志伟作曲嘅歌，呢首歌并冇拍到，但系咧喺好多年之后，大家又会觉得同如果时间来到同一只碟嘅呢首歌咧，又几襟听、哦。或者真系能够感动人心嘅歌咧，就能够历久常新。咁点解呢首歌会唱到林峰即系感触到喊起上嚟咧？咁我相信喺歌词入边有啲令佢感触嘅内容都唔定。没有惊天动地，没有掌声赞美，前路遥远没空气，仍期望到最后会一起，直到冰天绝地，亦会开遍蔷薇，无望完美，回头或有惊喜。回成就勇气，飞出去世界更以利，行李载满怀念几重，总相信我会拿得起，曾抱过你然后两臂，将一世记挂这滋味，情爱死爱惜你自己，若隔开天共地，换个方式爱你，停住时间或空气，原来合上眼就会一起，做最好的梦寐，最伤的结尾，长夜流光，从头在记忆中捧上你。若隔开天共地，个方式爱你，停住时间或空气，原来合上眼就会一起，做最好的梦寐，与最伤的结尾，从未忘记从前，在记忆中吻过你。词中物，词中有物。为你写的歌，教问这不心酸即行即过，主人提及万遍分手无数跌倒。欢迎大家收听第196集的词中物第三节，继续由阿宝为大家主持。今日要讲的话题呢，就是张美贤和林峰的合作。张美贤呢，就是过去20年来基本上TVB 的剧集歌曲都几乎是他填晒咁滞噶啦。而林峰转型做歌手入咗英皇娱乐之后，基本上呢有成一半的经典歌曲都是由张美贤夹埋作曲的邓志伟就打造出来的。
林峰是一个很尊重音乐人的艺人来的，可能因为他读大学的时候辅修音乐的关系，而他主修的其实就是建筑系。林峰的背景基本上可以说是整个娱乐圈里面最有钱的批来的，因为他本身出身在厦门的名门望族，背后是有亿万身家的地产商，重要是很被期望去承继这些产业的一个独生子，所以呢他家人很希望他能够做建筑师，就能够帮到家。但是故事的发展呢都真的可以拍部电视剧出来的，他呢就小小个就已经学唱歌，对表演非常之热衷，对音乐也都是，所以读建筑的时候他才辅修音乐。甚至之前他十二岁那年他就已经独自一个人飞去上海那里学音乐了，还找到女高音歌唱家和男高音歌唱家教他。他本身呢就是一个上流社会，即是训练到他彬彬有礼，很有礼貌的，很有家教的，还很谦厚的一个人。他爱上了唱歌，甚至向亲戚朋友保证将来要做个歌手。当时很多人以为他即是说笑，因为家里大富家产等着他继承，谁知他就真的去做大歌星，甚至后来做了演员，在现在也在大陆有他自己的演艺公司，甚至和好拍档邓志伟合作。讲回当年他小个的时候在厦门大学读建筑系，但是同时就在歌唱比赛那里拿到冠军，当时他就做了校内的明星，但是读了一年呢就去了美国南加州大学那里读建筑，今次他就静鸡鸡辅修音乐系了，因为他最喜欢的都是唱歌。他很清楚自己根本就不喜欢做建筑这一行，他梦想是做一个歌手，所以在美国读了一年书之后就静鸡鸡跑回香港，以一个旁听生的身份参加了无线艺员训练班，和杨怡他们做同学，由一开始的时候做路人甲月饼的角色，一个富甲一方的富二代，就是这样和一班后生仔女一起打拼。他的背景呢对他来说应该有点帮助，因为说他老豆真的很有面，但是同样也都是对他来说有压力，因为他呢是不想被人知道他是家里的背景的，而他家人又很明显是不喜欢他做这一行。所以传言呢林峰呢就跟他家人约法三章，说给几年时间他去闯，如果闯不到什么名堂的话呢就要回去继承家里的事业了，真的好像偶像剧的剧情。开头的时候他很多角色基本上连台词都没有，但是一直等一直等呢终于等到一个监制林之华呢就监制紧《美味情缘》这部电视剧，就看到一个黑掹掹的后生仔非常之适合做女主角，在离岛长大的一个细佬的角色叫做虾头。就是拍完这部剧之后呢他就开始被观众认识，亦都参与了台庆剧《寻秦记》，做了呢赵盘和嬴政这两个角色，和古天乐做对手戏。其实我自己最怀念的林峰的角色呢正正就是《美味情缘》这个虾头的角色，和《寻秦记》里面由软弱的赵盘演变为一个心狠手辣的嬴政，即是秦始皇的角色。那阵时的林峰呢真的相当粗线条，真的不是很像现在的样子。然后慢慢看着林峰的改变，最大的改变就是入了英皇做歌手之后呢整个形象呢脂粉味就重了很多了。没了做秦始皇的霸气，也都没了在离岛长大的少年那种清洁。我甚至觉得他做歌手的挫样呢和他讲话那种温柔呢是几令我顶不顺的。但是慢慢后来又发现咦似乎这一个贵公子的形象呢可能反而呢比较吻合他本身是上流社会的出身。可以说由转型做歌手之后那个感觉呢就已经不再是我以前喜欢的林峰了。不过唱歌来说呢林峰的声音呢是对我来说是好听的。而且他唱歌的底子相当扎实。正如邓志伟呢在很多年后说，当年无线那堆奖项只不过是无线的问题。事实上林峰和邓志伟和张美妍一起合作的歌曲呢本身是没问题的，他也相信很多年后呢
大家仍然都会记得在那一个 generation 大家都会喜欢他的歌。咁嚟到2022年，即係今年嘅时候，就证实咗啊，以前佢哋一起合作嘅歌呢，的而且确係喺某一啲嘅即係 generation 嗰个心入面呢，係占据咗一啲地位嘅。以下呢首歌呢 ,Come to me,除咗有邓智慧作曲之外呢，亦都有写错嗰个庄东恩一起作曲嘅。歌路唔再係大路抒情歌，反而呢係一首节拍几重，但是又有一些即新鲜感觉的歌曲。而张美妍也乐于去写一些即比较大胆一些的歌词。其实她一向都觉得她自己可以写的，但是偏偏呢很多人找她写的歌词都是比较斯文比较内敛的歌。她成日都觉得监制将这些填词人都定了型，譬如要写哪一队的歌呢，就要找哪一个填词人这样。当然去到 TVB 基本上哪一类的歌词呢，都是他自己包办的了，亦都有翻上下江湖地位了。天色都昏暗了，歌声都幽怨了，急风将喜与笑，憧憬的天国临近了，雨滴刻在狂摇，一呼一吸喘气了，小点都蒸发了，肌肤闪得曼妙，仿佛轻触碰还在跳，延续拍案狂笑，疯了心已疯了，想要不要想要，继续继续继续，沉寂里心忍再叫，从脉搏一直颤摇，从前腐烂那副身躯幻跳，诚实说你需要，寻回剧烈痛快那个心宵，永远不天晓。沉迷腐蚀你这一种玩笑，谁亦抗拒不了，红唇欲滴再失叫。
池中物，池中有物。为你写的歌，教问这不心酸，即行即过。主人提及万遍分手，无数跌倒。嚟到最后一节啊，继续讲张美妍同埋阿林峰嘅合作。咁其实咧，佢哋已经合作咗超过20首嘅歌。张美妍甚至可以话系睇住佢长大，睇住佢啱啱开始转型做歌手，即系大受欢迎，但系慢慢又开始变成咧，被无线即系推向风口浪尖嘅一个歌手。当时嘅劲歌金曲颁奖典礼颁咗即系连续3年嘅亚太区最受欢迎男歌手俾佢。被网民咧就即系耻笑佢靠屋企背景啊，或者话呢个奖应该叫做亚街老街至太子道西数街奖。咁林峰咧都冇咩点理到呢啲质疑，继续撑落去，继续出唱片。其中一只碟叫做第一次嘅咧，就足足筹备咗1年，咁啊系佢嘅第一只国语碟。咁张美妍咧亦都喺当中咧即系占咗好大嘅功劳嘅。其中一首《我们很好》咧，无论系粤语定系国语，都系由张美妍填词，而本身广东话版咧，亦都系一套电视剧叫《摘星之旅》嘅歌曲。做梦亦记得与你初相见那10秒，迷糊地心跳安坐着都曾飘，远远看着未来，连动作语气都太美妙，直到很珍惜的不见了，堡垒也动摇。愿望若太多，有信心可以努力过，明明幸福惊天动地，差什么？说过要你快乐，才令你发觉不再快乐，就算天边星光给了我，你怎会追错？陪着你一起，但有着距离，如距我千里，偏偏记起曾踏遍天地，但抱着自己拿到了一切，只得痛悲。为现实进取，来到一双脚往后退，明明幸福伸手就及，怎样追？这晚关着睡，连愉快说笑都有眼泪，直到天边星火都散去，感觉如细水。陪着你一起，但有着距离，如距我千里，偏偏记起曾踏遍天地，但爱着自己拿到了一切，竟想放弃。林峰咧喺即系拍完《仕途行者》就离开咗无线啦，咁咧，但系呢套剧咧，我觉得咧系林峰即系演得最好嘅一部。当啲人话佢面部冇乜表情嘅时候，
反而我觉得是他最懂得用眼神去演戏的时候。而邓志伟亦都在即系冇几耐咧就离开了无线，只有张美贤继续留在无线啫。咁林峰之后的一只碟咧，亦都冇再找张美贤，反而咧就找多啲其他嘅即系冇乜点合作过的填词人。但系咁唔表示他和张美贤的合作就完，或者他哋交情就冇咗，佢哋嘅交情仍然都喺度。喺好多年之后咧，林峰为无线的《仕途行者三》唱主题曲同插曲。再度由张美贤填词，但是、作曲的呢就已经是可以说代替了、邓志伟的张家成。近年大部分的剧集主题曲插曲都是由他作曲的了。最后一首歌我就揀来当中的插曲，亦即是、低谷天堂，是由谷子乔和林峰合唱的。但是播之前呢，我想分享一下张美贤对林峰的评价。在很多年前林峰开演唱会很成功的一轮呢，他曾经写过一篇 blog， 叫做《换个方式看林峰》。林峰的演唱会当年很成功，连 DVD 都很卖得。张美贤说之前那一段日子，林峰一边录唱片一边准备演唱会，还要往返这个中港两地拍剧，只能够在车里面睡觉。他的演唱会排练时间只有十几日，能够出色表现除了天分，张美贤说他确实是很努力。张美贤和监制都认同林峰非常尊重音乐人。那一晚在红馆的舞台上，邓志伟弹琴，阿峰在琴边唱歌，在重新编排的停顿位，两人交换一个眼神，相视微笑，默契尽在不言中。阿峰做了一个手势，全场大合唱。作为填词人，这个是张美贤记忆中很震撼的一幕。台上璀璨的花火都不及 fans 的热情来得炽热。最后一首歌，乐队收拾离场，观众不肯走，不停地嗌着阿峰的名字。张美贤在后台听着工作人员商量点算，有人说唯有开咪呼吁大家离开了。那一刻张美贤好为林峰骄傲。另外张美贤说记得有一次剧集在尖沙咀庆功的时候，正当张美贤同阿峰道别的时候，他就同阿嫲嫲即是李香琴呢就倾偈。张美贤不想打扰，就站在一边等候。点知阿峰呢就搭住阿嫲嫲的手臂一路望住他，专注到完全没有发现到张美贤。他对前辈的尊重和爱护真是表露无遗。而那一晚在红馆完了个 show 之后，个个人涌入去找阿峰，他就看到阿嫲嫲坐在舞台大厅的 sofa 那里静静地等着林峰。张美贤做了个总结，他说有些人无论几谦厚努力都还是会得到抨击。他想与其道听途说，不如亲身欣赏。别来问我无存在的过往，罪恶感身体里浮荡，愿能伴你闯低谷亦似天堂，不管去到哪一方，未曾犯错难成熟找答案，在暗黑追一线希望，在危难困绑无需要避安，你具悠长夜晚再有没有天光，难离去难留低，原来相差得太多，岁月曾陪同过，怀疑不可以是我，从未擦亮的火，从来未放低过，就像你我行近便有灾祸，谁明我为什么难忘消失的最初，祈求可成全我成为你最后的歌，前世已被删走，连同密码都改过，若是你我前信被隔阻，悬崖上我愿和你相拥再跌倒，成目标对抗，未怕死只恐怕失望，热情暴了光，
凝望你，眼里亦有星光。难离去，难留低，原来相差得太多。岁月生陪同过，怀疑不可以是我，从未擦亮的火，从来未放低过。就像你我悭近便有灾祸，谁明我为什么难忘消失的最初？祈求可成全我，成为你最后的歌。前事已被删走，连同密码都改过。若是你我前进被隔阻，愿爱上我，愿和你相拥再跌倒。原来相差得太多，岁月生陪同过，怀疑不可以是我，从未擦亮的火，从来未放低过。活在两个地带没有结果，谁明我为什么自律当中仍犯错？祈求可成全我，成为你最后的歌。情事已被删走，前进被隔阻，愿爱上我，愿和你相拥再跌倒。